心所爱的人。我看那两个口罩抓得金金上，哪有真心在画骨，免讲嘛爱倒。我跟你讲，这叫做啥？醉翁之女在了酒。哼，我嘛袂过。我叫你，这游荡啊，要喝点就不来。嘿，唔免啦，是啊，拄只拢是你伫个应付，这钱我袂用摕啦。是啊，袂用摕，啊，这本来就是咱们好滴个啊，收下啦，收好。多谢，是啊，就歹势嘞，超级刚上班就爱请假。紧啦，我紧啦。想家己啊，啊，我看你安尼洗作水水啊，气质嘛袂歹，啊嘛毋是迄款爱无理化的查某囡仔，你啥来遮上班啊？出来有困难？我毋是爱管你的私事啦。我是感觉你敢那无法适合做这种。我甲你讲啊，你若是无兴趣，就莫勉强你家己，用早解脱。姐啊，你的意思是讲你要赶我走？到底是想要倒去？啊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一定是四个人在相抢啊！我是要甲你提醒，若要去外做，一定要有工哦。一旦啊聊落，要回头就真困难。我知影，姐啊，多谢你。那你不是有代志？代志紧急啊！嗯，那安尼我先来走。记得好哦。嗯。阿德，哎，有一个请来找你呢。阿德，是谁啊？我唔知呢。哎，姑娘啊，姑娘啊，你来啊！歹势啦，啊，拄只有人客吼，等候着，所以我较慢来。总诶。那无代志，我先来走啊！阿弟啊，你妈妈呢？你唔来，甲你女朋友介绍，我甲总会识识一下。哦，你莫误会了，伊是我细汉时阵的厝边啦。啊，总会，阮先来，啊，拜拜。总会啊，阿弟奈怪怪啊，伊甲迄个查某囡仔是……哎呦，迄是人的叔叔，莫管遐尼济啦。哦，是的，我唔知你已经有啊。老板，别去公司找我啦。是安怎？我会予你下面注意哦。拢阮公司拢查甫的啦，啊你一个查某囡仔哦，定来找我，无方便啦。搁再讲，我也无希望别人认为讲我拢利用上班的时间来处理我的私事啦。啊，迄个时阵你毋是已经下班啦？啊，你无看到阮总还搁伫咧哦？后摆有啥物代志哦，约来外口就好啊。好。好啊，你来找我到底有啥物代志？啊！你毋是讲要替我找一份较正常的头路，大家佫介绍我去酒店上班啊？酒店遮尔啊复杂，若毋是为着你的学费，我早就无想要做啊！逐天上班安尼遮尔无尊严，我甘愿去餐厅替人洗碗。你佫咧怨叹是我害你去酒店上班的是无？当初是你讲。去读国立的学校较俗，咱两个人大做伙省吃俭用，你阁去办助学贷款，其实一个月2万块，刚好会当过日啊。结果呢，
你明明无什么钱，去学校搁要去派头。你这嘛是咧跟我并故消息吧？当初我考大学，嘛是你鼓励我的。你讲你有能力会当供应我读书，叫我放心。我伫内面啊，认真读书嘛是照你的意思啊。你这嘛搁咧怨叹这怨叹那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若是唔甘愿啦，算看卖啦。看我读个研究所，拢总开偌济钱，我行你啦。我无迄个意思啊。啊，无你迄个意思，你即马是咧念要安怎？你去酒店上班，互我提出这个代志，敢有需要一直提醒我？我毋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！我袂用安尼就歪地你啊！阿弟，你莫生气。你若是感觉甲我做伙真委屈，要紧，我会放你自由，我会互你去找一个比我家世较好、比我较有钱的查甫人。阿弟。咱两个人做伙这么久啊，我敢有甲你计较钱？两个人做伙，欢喜就好啊。我是看你即卖，甲以前比起来，即卖足好诶。我才想讲，要找一个较正当的头路，安尼嘛袂互你下力不住。我再记起来。嘉义，我即卖事业才拄啊起步，过一阵仔，等我脚步起后再，我一定会甲你救起。我嘛唔甘，你伫迄种所在，互人去糟蹋。我看恁爷总经理人真好，你去甲讲，让我去恁遐上班，为头学，薪水我无计较。你卖着急啦，等过一阵仔，阮公司的业务较稳定，啊，我实在较侪人了，我一定会替你找一份正常的头。嗯，你讲的哦，那我就放心嘛。我才袂来，佫剩下时间，你着等恢复自由，紧要交门兵啊！三天，佫十八点钟，剩无偌济时间啊！小等食饱，我想要做件件的。好啊。娘娘，监管不管我安怎做啊，都袂当挽回你的心，让你心甘情愿倒来我身边啊。娘娘，我想要去河堤看看的。那我先看嘛，危险无？无得卡边就有坡道，我会使你过去啊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好。这样。哦好。Thank you.
你有代志就好啦，我不料准你搬落去嘞。无啦，我是无说你去打着石头，无要紧啊。我坐轮椅面顶看袂到啊，只是紧张着。奶奶，是的啦。隔壁房间啊，少年党诶，讲今仔天气袂歹，今日就开车再去行起来。你讲诶有影，确实只有妞妞一个人有在条按来迄种心情。啊，若何佩奇啊，你给我定下案，做一个副总，连人客要按来就毋知影。应该是拄开始也袂惯势啦，过一阵啊，等熟手啊就无问题啊。党诶，我听讲最近诶头家娘做人真海派。伊就是王姓天迄个结拜兄弟阿水啊，因某啦。大哥，为着因王家迄条命嫁王天佐，搁捌来我的 club 找我的麻烦呢。这什么真奇怪，社会敢是安怎样？去行到倒位拢拄会到王家啦。是讲伊们小姐水准拢真悬，所以因生意真好。看来伊遐生意好，你替我加注意一下。哎呦！啊！你是去倒啊？咱叫你叫人转来，去河滨公园行行看看啊。哦，那是去跋倒啊？啊，是我爬起来看风景，无小心跋伊涂骹啦。娘娘，扫下两个房间，提醒两句。这种代志，敢袂因请超哥来做？因过去阿妈无呢，我叫伊来做，敢有过分？我甲伊人已经唔是阿妈宝，就算你爱我照顾伊一礼拜，嘛应该有分寸啊。我无想。超哥，扫个屁，我家来就好啊。等下，娘娘，我讲的话你最好莫甲我拍折啦。我即嘛是看你的表现，才来决定江文斌的未来哦。这片支持。我今麦是阿弟有送票，有几块票子，我无方便走。我也放心，会当照顾啦。你是你关心啥？我有当对你安怎？你若是把你当作一个普通的看护，那想要对你负责，你就别感觉我这要求啊，是不过分。
真是真困难。又来这创啥？等你来看恁母要创啥？厝内发生什么意外，所以讲我咧一间厝，每一个所在拢安排监视器伫。好来，林小姐啊，大木杰，你哪会经历了这种代志？你阿无去啊？卖冲动啊！阿叔，我咧看一款场面，啊，不过是你妞妞主动要问阿仁说啥物。啊，人翁仔某呢？到底叫我这个大官是要讲啥？啊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恁，给我演这出戏不要紧。有你这样的话，伊不可能主动会安尼做的。大官，你给我放出来！你给我放出来！看清楚，这边也无任何人伫。娘娘是心甘情愿的啦，娘娘，娘娘你慢，免啥话啦。人阿妈某，你做啥物鬼呢？啊，你是阿在要破坏这对鸳鸯的。娘娘，你倒来看，娘娘，凡世今嘛要为阮大家团中接待啊，啊？你给我放火！我做娘娘不该叫声，放火！放火！你哪个乱哦？我给你拔一只，我你看死目睭吗？曹哥，出来处理。林七七，哎，你们从啥？你给我放开！你给我放！你给我放开！娘娘，娘文斌是死啊！
你现在是要倒？哪里只？你一举一动，完全受到我的监视。要做什么代志？你是不清楚啊。我跟他答应照顾伊人一礼拜，你嘛保证，时间若到，阿斌就会平平安安离开这，你上好照样走行。今嘛是你自己要离开哦，那未就请你照片照行。啊，那无，那发生任何代志，希望你担得起啊。一礼拜，算我甲伊受罪。也毋过，请你甲伊讲清楚，我袂因为安尼就出卖我家己。我是阿斌的太太，我袂因为安尼就放袂阿人生。我敢若知影你过去甲伊个是翁阿婆啦，但你摕遐个运命，请你家决定。几工尔？你若是这么爱江文斌，敢讲你袂当为伊稍微困一下？好啊，若要走，走你走啦，我绝对袂甲你阻挡。后果你都要自己负责啊！走啊！并跟我做伙走，那么我绝对袂离开。乖，乖乖去照顾外边人，好不好？我给你一世人，他接来小翠，请你会记我杜文杰是什么款人啊？是老朋友啊，唔爱常常讲咧多谢啦、少听啦，啊，你来要感谢哦、喔，来感谢老郑啦。难得麻烦你哦、喔，帮我约一下郑先生，我要当面好好甲谢多谢者。但老郑哦，代志真无闲啦，那安排要见面哦、喔，唔知要安排到啥物时阵啦。假使讲你若真正要感谢伊哦，你会记我以前甲你提起博爱病副院长迄个亏啊，只要你若点头。就算报答伊啊嘛，对无？关于这件代志，安怎？你还无甲院长提起这代志？有啦，讲是讲啊，要无院长有伊家己的立场，我也歹势甲勉强。安尼哦，但是嘛，我已经答应老郑啦，这一声我看要来交代啦。老郑就会停下呢，你这做董事长的，这种代志啦，无我都通斗相共哦，恐惊老郑会真失望。来去过门啦，先生绝对不是这种人啦。麻烦你回去吼，转给遐郑先生啦。你甲讲吼，阮遐位别位所在甲报答啦。啊，病医临时安排吼，先生确实是无方便来插手啦。伊老郑的实力哦，伊是无需要恁讲吼，什么报答报答啦。啊，这种的小小人事安插，你都插袂好势啊，对是较歹势啦。迄个唔知影的人哦，叫想咱个来遐食水果，袂晓拜树头。我告问啊，这就是我进前哦，唔敢向你保证，我就是惊万一答应啊，事搞我做袂到，对你较歹势。好啦，我恁考虑看卖，我先走。拜谢，顾你遐尼为难。袂啦，袂啦。是讲小气啦，食看卖，卖我歹做人。来呀，我尽量好。
顺起来，好，先走，好，先。建姐，你过来一下。这，老弟，这看这个代志要处理啊。前回故事你嘛了解啊，但是讲吼，硬必接受临时安排，可能会被离开跑来病院啊。我得想要了解伊个性，所以我今日才会向你来透个听。不过，咱今日若无电信信息交代，代志真麻烦的。我知影啦，海港城另外员工一关也过，后壁还有一个连带案呐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找我。建姐，我今嘛交代你一件代志，你跟伊办。超哥，赶天行所有子公司，包括天脉资料调出来评估一下。我要看清楚后，咱公司是不是要资金面调度。董事长，那是会是什么代志？二田先生进前要求咱帮伊安插副院长的块出问题啊，我是惊个会影响到咱后壁囡仔的连带。我整理好我两张报告当处长，你整理好势哦，甲资料直接送来我，我想要详细查看一下。好了，有问题？无，我来准备。你找我。阿弟啊，这是土地开发案计划书，你要照这计划赶紧去进行。总诶，兄弟等这个时机拢等足久啊。阿哥有啊，咱的土地真好好势，银行贷款应该真紧就落来。等贷款落来，咱欠丢到迄笔钱，咱两早半紧还来。时间拖愈久啊，利息就愈侪，咱想办法节省成本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阿哥有啦，昨昏来找你迄个厝边安搭好势未？我应该送去男朋友迄边啊。安尼就好。既然是厝边哦，人来找你，就表示已经看中你这个朋友，一定要好好照顾。我知影。总诶，我等下。电话结果安怎？总诶，我有照大哥讲诶，所有水位那遐会出入的所在，拢去查过啊，也毋过就是无发现伊有登记。朱云阿兄出事已经一段时间啊，照讲应该回去找一个老朋友才对啊。啊对了，总诶，有些所在真奇怪呢，朱云的房有人去拜过哦。安尼真有可能就是朱云阿兄，应该是。继续查啦。比如我讲过，朱云阿兄是有受报酬的人，有烦恼，伊若互利用，会对咱不利。所以一定要趁不应还未发生之前，找伊解释清楚。是。林总，建奇，恁先去外面。好。建奇，在。建奇啊，你有心事哦？对啊，恁土地贷款刚到来啊。阿袂呢，阿毋过应该即几工啦，安怎是？真歹势啊，关键就张当迄条钱哦。建奇啊，你会开嘴哦，就表示你有困难啊。借钱现钱，提供地图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交代落去啊，土地贷款落来，马上现钱。我嘛想袂到，这张当临时来讨这条钱啊，实在是足歹势。莫安尼讲啦，是我较歹势。这个代志哦，较紧急啊。虽然麻烦你先处理，一定，对吧？时到你再钱好啊，我提来行李就好啊。是安尼啊，队长是讲，伊借出这条钱是针对我，所以应该由我亲身提去行李。好了，安尼就要麻烦你啊。哎，建奇，稍等，我到隔壁给你。希望天助的银行贷款。有补这个空，啊那无，何当处长发现，这代志就大条啊。
天姐啊，雷公多已经有收我一段时间啦，是不是麻烦你想办法，可以申请停止收啊，赶紧也报出来。以我经验看法嘞，这个 case 应该侦查了个差不多啊，真紧就应起诉，到时等于搞破。嗯，安尼真好。哎，对了，天姐，有听听的消息无？无啊。今麦婷婷是真心要想撇咱，要找到伊是也真困难。我发动所有兄弟去倒找，卡所有消息，我马上通知你。多谢。大家合作愉快啦！合作愉快。你来啊！来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恁是咧讲什么好康的啊？我看你安尼嘴笑目笑啊！哦，对了，我问，这是三张500万的银行本票，这是我要向第三世的谢礼啊！啊，感谢伊替我查银行的代志，啊，甲我的官司，啊，较麻烦你搞伊啊！好，来，阿丽啊，啊，无我代替老郑甲你收起来，多谢啦。对了，啊，这是手机啦，啊，老郑哦，上早就开好势啊。手机，哇，顾问啊，诶，咱这度假的代志呢，手机要创啊？这只不过是一个形式上啦，万一遐用查到，双方面拢有话通讲啊，你讲对不对？哦，安尼对啦，大家啦，就你同款哦，啊，知影认真细数哦。我扛起计划好做诶，到底是啥？这你还唔捌认真细数啊？啊，天成迄个王董诶啦，伊是安怎？啊，都王董伊海港社哦，袂当定期完工啊，所以拜托老郑啊，改搭三工，可以延后完工诶日期。老郑嘛知影哦，王家甲杜家一向袂合，但是咧，老郑认同你无？伊嘛是选择哦，甲王董的斗相共。你想要到代志一个成功哦，王董连咧扑爱边，迄副院长迄块啊，也唔斗相共啦。好老郑哦，真失望。无我连我这中安鸟哦，嘛对老郑来歹势。当王兴天迄个人，一向拢是自命清高啦。伊会安尼哦，我一点仔都袂意外。哦，有影啦，还讲王兴天哦。啊，永远积一地咧遐啦，啊，佮家己安尼足高尚足崇高，你若愈去找伊关说，伊愈无啥物插你啦。迄拢是假的啦，伊若真正遐尔崇高，伊就袂拜托丁先生去替伊关说海港城的代志啊啦。但是讲海港城，我已经退办了延期完工啊啦。总之讲哦，伊存过酒无魂啦，我嘛是偏爱懵的承认啦，对无？啊，对啦，大胆。我有代志，我爱先走。哎呦，但是我嘛爱退老郑哦，先该说点东西啊，啊，搁再说东西啊。好，我先走。我先走。真惊。再见。啊，对啦 ，Michael， 啊，有一件代志。安娜，你跟我讲政府要标注我银行代志吗？你冇想，我总是爱跟你讲啥。坐了。银行，政府已经接手过啊！啊，后手想要去标，我袂过问，爱你欢喜无？那呢，我来先给你说多些。对了，最近的报道我拢在看，你的民调够起你哦，袂歹哦，恭喜啊！多谢，这民调那是一直关落去，我对未来选举哦，得愈来愈有信心嘛。拍地就要趁烧。我认为对即摆开始哦，你逐天啊憋事惊，逐天上媒体个炒新闻，我保证你的民调一定会一飞冲天。这点我知影啦，所以我拍算要继续接弊，每日一报。即摆感情就一个弊案底啊，我保证绝对对你的民调就有帮助。你是讲？他都苦过我们，就讲了遐尼清楚啊，对不？天神去关说。要甲海港社员工的日子延后的这样代志啊！哎，那以你的本事，要找证据，这是真简单的代志。
也毋过，我若是把这弊案压压出来，会去牵涉到丁先生甲邱顾问，安尼敢好？你别个是天神官商勾结的代志呢，啊，这邱顾问甲丁先生，伊是中人啊，袂差对伊遐去啦。回国公都转来，丁先生呢？丁先生的背景，你会烦恼伊去用查？副总嘞，副总嘞，副总，林丹，阿是发生什么代志了？我是公主，不是小姐呢，应该要叫我坐台啊。啊，你们坐台，小月我听阿姐三日着，今暗吼，我就要顶你的台啊。你敢尊重的人？副总，阿咩处理？小丽啊，啊，既然你的吉普拉拢已经提啊，就较罢过啦。啊，林董是看你会去嘛？哎，连公主甲小姐你拢分袂清楚，阁换什么酒店？我看你阁也无念啦。小丽，你即马甲什么人在讲话？家己算算的，出去。啊，无这样中啦，免甲起头路啦。林董，歹势，这是阮店内规矩啦。伊哪会对阮副总安尼无大无小？搁再讲，来遮上大就是人客，按来人客，让恁欢喜，这是伊的责任。伊哪会当对人客安尼五四三？林大，知影，你真介意？你当然的咯。阿文啊，是讲伊毋是小姐，然后你带出去，确实是破坏阮店的规矩。无安尼啦，你若真正有诚意，我欢迎你过来捧场。我看伊起来做小姐，真紧呢。头一下见面，第一叫人坐台，是会讲假着啦。小李，带林丹回去，好安呐。林丹，死累啦。林丹袂甲你计较啦，来。安尼我就好甲你饲，只要你当大人。酒店的小姐，这样你要拍错。但只爱传因的心，不是传因的人。多谢你替我解围啦。大刚拢有这种塞塞扰扰的代志，实在不知道要安怎处理。你嘛是这样卡的人，刚也不知道要安怎应付。顺人可以，多失去小姐的心，是要安怎瞧？那安尼哦。你得爱管遐会当的，叫因提钱出来呀，然后提遐的钱去供小姐，我保证，内底每一个小姐拢会听你听到耳仔啪啪啪。我看你嘛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是安怎会委屈家己来遮做司机兼保镖的？我的人生一半拢在占官，无个会当做啥？我看人是真准的啊，你绝对不是这种局面的人。阮小弟的手还袂套进去。我是袂考虑我个人的前途。敢知影阮受人是啥？真紧就知影。这就是你甘愿委屈伫遮的原因。我的代志你免烦恼啦。你家己这段时间哦，来忍耐，等机会啦。就算捡涂骹的钱，腰仔骨也无较弯的，敢捡会着？多谢你。你教我真济，我嘛唔知影是安怎拄着你，我就特别教话啦。人咧讲酒逢知己千杯酒，咱都是有缘，才会这么啊投机啊。
你变啥啦？我无说你去跋倒啊！莫想要甲我骗，有男朋友哦？伊无想要让你来遮上班是？是伊介绍我来。你介绍你来？但我是有听唔对无？哪有查甫人愿意家己的女朋友来酒店上班呢？不是啦，要来遮是我的意思。啊，不过伊足支持我的，嘛一直甲我讲，叫我莫受忝嘛。伊敢要趁钱？有啊，伊足拍拼伫个趁钱的。伊敢唔知影伫个酒店上班真辛苦，拢无尊严，爱去坐人客领地。是啊，是我家己无想要莹莹伫个厝内底互伊饲。伊唔是迄种食软饭的人。林姐，我看侪啊。啊，像迄款会起手拍走的人的哦，无得偌好命。伊是读册人，伊袂有袂甲我拍的。你唔是讲你跋倒？我知影讲这你都无爱听啦。啊，不过家己目睭啊闭较紧的，一只赚的拢艰苦钱，莫安尼戆戆的，赚下拢摕去摔人头啊！死狗，你若人才两失，你着买哭无目屎。是啊，我知影。啊，我先来去换衫。嗯，我一个痴情戆查某。心所爱的人。